今这一刻也是要一睹这个男子双打，因为男子双打一直都被来最为精彩的一个龙虎斗。正在成就表演的他拿手的下蹲或者是坐地回头式啊，现在是风云对成龙啊，正在成跟李龙道。看来这场球目光全是聚焦到这儿了，旁边是女双。而且刚才呢，在这里去广告的时候，现场传过来的镜头呢，我们看见林丹呢是久久的在赛场打完比赛之后在徘徊啊，观众找他签名，包括他自己在这个摄像机镜头上面签名，受到了当地观众热烈的欢迎。所以我们说，新加坡其实就是华人聚居非常多的地方啊，中国的运动员在这边肯定是非常受欢迎。尽管没有期待到林丹跟李宗伟的大战，但是盖德呢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因为到明天决赛呢打陈晶基本上就没什么看头了。对，啊，这场男子双打一开局双方就是打得非常的紧凑，都是在半场里面进行争夺。但是在半场里面的争夺呢，偏偏就是韩国队的成龙方面比较纯熟一点，但是一旦李龙大把郑大成起高球的话，傅海峰在后场的杀球威力还是挺大的。所以其实双方也是欢喜冤家啊，那么多把了，因为球队都很熟了。你说立马要改吧，也不是这么容易改。对，所以一上来就是短兵相接啊，没有任何的试探，直接开始白刃战。而且双方都是打攻守的选手，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两队选手打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啊，会有很多的攻防转换，而且呢双方集中的斗争的焦点不会是在中前场，中后场这种大力的扣杀会比较多。拿球，看神泰那边田青赵云磊应该是拿下比赛了。好球，判断非常准确，出界了。Six, five. 漂亮。这是蔡昀在后场的一记点杀。有点可惜，想推一个正手的直线，但是没有过网。双方的防守都非常稳健。可惜了，本来呢蔡昀是想来搏一板这个攻防转换，想攻一板，但是韩国队防得不错，不断的赢钱。哎，这个球李龙大还是相当的出色打的。这个一开局就很精彩啊。双方都在前半场还有中场去取得先机的话就去进攻，通过半场的平抽档来寻找机会。
8-7。嗯，这球居然被傅海峰给防起来了。好球，防得不错。回去。哎呀！继续杀啊，轻吊。哎，漂亮，判断得很准确。嗯，今天傅海峰在后场啊变化比较多，如果觉着这个球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，他不盲目的使用重杀，而是这个轻吊，哎，效果也不错。对方已经是两次回球出底线了，两三次了啊。最近的防守到目前为止做得还不错，好球，漂亮。今天蔡云和傅海峰风云组合的防守比以往打正在城里农大啊，至少现在看要好一些。第一局里面看到正在城失误要比刘农大要多，因为双方的压迫性那种打法都比较凶，嗯，这只要是一上场稍微不注意的话，就很容易在挡球挡出界，是吧？郑大成刚才也是挡了几次的球出界，才令到中国队现在有3分的暂时的领先。哎呀，有点可惜，轮到海峰，这球抢网抢的是很及时，但是可惜。平岗上的海峰今天不错，所以呢11-8率先进入到间隙。如果第一局继续是这么打，应该有希望。嗯，就怕在比赛兴奋点出的比较早，但是第二局怎么办呢？对，第二局是关键啊。Court one 20 seconds. Court one 20 seconds. 因为防守也是李龙大跟郑在成的强项，他们通过在防守不断的在变球的落点，不断的变球的那个力度，所以也玩的有点出神入化。在前半场这种交往呢，韩国队应该是比较占优，因为李龙大这个郑在成在往前的那种连贯做得天衣无缝，而龙大呢也经常会冲到往前帮忙。李龙大回球质量很低，被傅海峰抓住机会，风组合那样分工这么明确，海峰就是后场，蔡云就是前场，
但是有时候范海峰突然能够跑到前场呢，也非常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对，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磨合，我们觉得傅海峰在中前场比以前已经是细腻很多了啊。如果说就进步来说，感觉傅海峰比蔡赟要更加明显。蔡赟年龄也渐长，也曾经萌生过退役。嗯，北京奥运会之后也萌生过退役，但是后来一想还是有点细，因为当时也是国家队也把他们俩拆了。嗯，沈烨呢就跟傅海峰，徐晨呢就跟蔡赟。但是后来打了两站比赛，也只能够进入到前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。国家队又把他们俩重新整合在一块儿了。嗯。漂亮！啊，傅海峰这一个，啊，这是蔡赟，正手轻轻的一捞，看一下啊。是傅海峰就轻轻的一挡，很漂亮，四两拨千斤。傅海峰重杀，继续是的，这是个很主动的机会啊！傅海峰在后场的连续三板重杀，是给中国队蔡赟觅得了很好的往前扑杀的机会，有点求之过激了。你看，这个龙大已经是打这个人仰马翻这个样子了，没想到蔡赟呢，倒是在这一板掌握的稍微不够好。可惜了，这个步伐上倒是抢到位了，但是回球这个点啊没有判断好，他这个过网点球也比较低。被对手连追三分。好球！这一分非常重要，因为在韩国队连续往上赶，你还是不动的话呢，整个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所以蔡赟这一分实际上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，就是起码遏制住龙大他们的连续上分那种态势。嗯，拐风，哎呀，这个李龙大挡得非常漂亮啊，这么被动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还可以组织化为为安，对，他可以组织不同的线路，不是说被动的挡，他是主动的挡。啊，漂亮！两位选手都打出了高水平啊，这球打的真是出神入化了，真是。方式结束，这分真是不管谁拿下，没错没错，都是非常经典的一分。对对对对，从攻防到平抽挡，各种战术就在一分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嗯，在一种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李龙大看了一眼底线，我们来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这犹豫了一下，给蔡赟抓住了机会。真的，这一分不管是谁拿下都非常的精彩。
其实我们观众最喜欢就是能够期待看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，对吧？他们这完全是把新加坡现场的观众的气氛调动到了最高潮啊，这个穹顶都要被顶翻了啊。这个绝对编得上啊，可以入选本届新加坡羽毛球超级赛的最佳镜头之一，编个10家或者5家镜头没问题。裁判提醒了，其实双方都是借机会调整一下，因为刚才那几下的多拍啊，拍数也多，速度也快，各种战术也运用得非常得当。轮到第二拍，不行，中国队有点希望再开局啊，17-13，看看能不能够笑到最后。出界了啊，这球是没有碰到拍的。男双上啊，看到现在的两队，还有马来西亚的主剑杰陈龙红，还有丹麦的包伊莫根森，以及印尼的基多亨德拉啊。其实这个基多塞迪亚万现在也是有点走下坡了，今年的比赛里面也是意外的很快就出局了。基本上前面这四队呢保持住比较好的一种态势。现在如果不算基多和塞迪亚万的话，这个印尼刚才打过了郭振东和柴彪的钱德拉和那个是一流球手啊，不是超一流，对，应该能够看看能不能顺势替补上去啊。而且印尼羽协最近这个纷乱比较多啊，纷纷扰扰啊，熙熙攘攘，一直都是19啊，19-13啊。再用外放，钉地板了，直接杀在了外边线上，差不多。真快，还没看清楚，球就已经落地了。14-19。显得有点随意，没有碰到他这个头，他没有用力，海峰以为能够借一下力，没想到球有点软，就只能够打到框上。看看韩国人顽强的防守，哎呀，但是最终没挡住，在蔡赟连续充满气势的阿喊之下啊，终于郑在成抵挡不住了。这种连贯噼里啪啦的，蔡赟也难得这么嗨啊，在场地上尽管这一局还没拿下，但是应该有戏。好，追回一分。我们倒是希望我们的中国的运动员们、国手们在伦敦奥运会上每一场球都能如此的释放啊，那估计赢的几率就很大了。啊，一般的比赛，大家你拿我拿都那么回事儿。
好球啊，终于拿下第一局，这只能是第一局。傅海峰还连续喊的不好意思啊，对郑在成打了一个触身球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再回来看第二局的比赛。都可以用泳衣来打扮自己的。点子啊，如果识揀啱的泳衣呢，还可以展现自己体态最靓的一面添。哇，啲泳衣咁靓呢，睇嚟我都要揀返到。有个胶袋。好，那今日呢集呢，我哋暂时嚟到呢度。相信音乐无界，我的梦想海阔天空。梦想，敢追寻，天雷 CVSOP。电池用完了。嗯。懂得节能才能赢得胜利哦。那怎么办呢？要像爸爸这样装上省油的秘密武器——普利司通节能轮胎。秘密武器真厉害。给小汽车也装上节能轮胎吧。真挚用心为你前行，普利司通。一身的雪碧透心凉，炫灵感。第一局比赛呢，参与傅海峰和郑在成、李龙大在经过开局阶段的互相试探之后呢，参与傅海峰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发挥出了自己的进攻的优势，而且在第一局当中防守两人做得比较好，比较顽强，有几个关键的对这个形势的发展有好处的球他们俩都把握住了，所以第一局相对来说拿下的还比较轻松吧。第二局是关键啊，韩国人的意志力是非常顽强的。这是在界内，而且这个是关乎到奥运会积分的比赛。好球，这个斜线打得很突然呢、啊、漂亮！今天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了，今天风云组合的防守做得确实不错啊。可以从防守中找到这个立足之本，转危为安。快，走，走！判断得很准确，这球是出界了。4 2擦了一下网。非常漂亮啊！今天蔡云、傅海峰真的是从防守做起，在这个攻防转换的环节当中把握得非常好。那个节奏，包括这个衔接，都不错。
这样感觉呢，可能给对方的压迫感会比较强一点啊，因为你不论是攻还是防，都是密不透风，没有什么破绽，这样对方的心态会相对来说急躁一些。有大意失误了啊！像这样的机会呢，像这样轻松得分的机会，风云组合一定要把握住。但愿新加坡是风云的福地啊！嗯，因为林丹没拿过新加坡站的冠军，现在也应该可以说，因为他明天对陈金嘛，毕竟是比较稳操胜券的。那么也愿风云这块是新加坡是他们的福地。嗯。嗯，界内，嗨，这球正在呈判断失误，也同时说明这个球打得非常好啊，连球都帮忙了啊。嗯，看上去好像要出界的球，而张军现在还是神情很凝重。嗯，如果不看局面，光看他好像是输的似的，神情是不是这凝重也有一点，也有点呆滞啊。嗯嗯嗯、出界了，又调高，又调远了。就放他开玩笑，放张军这个镜头竞猜他是现在中国队领先还是输啊？嗯，那就输，看不太出来，是输。啊，其实是大好形势，8-2，并且第一局是首先拿下。哎呦，刷中路，正在成刷中路。看到龙大在站在后面也是频频的在提高自己的兴奋点，打出界，好，界内啊，界内啊，这球他跳起来判断错误了，嗯，我以为这个会出很多，因为跳起来的时候一般是出界比较多才收拍的，你看，哎呦。这个球漂亮，咱们小分，这样还不怕哎，对吧？如果就是突然给对方拿几分，那就不一样。就是你拿一分，我拿一分；你拿两分，我也拿两分，那就不怕，那就不怕。嗯，最怕对方有个小高潮。嗯。这个呢？这球又是进，又判错了，也是可能将将压在线上。哎呦，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管了啊，先打和再说呀。对对对，因为刚才第一个已经判错了，现在海峰第二个又判错了，有点跟自己较劲的意思。其实那种判错很冤枉啊，你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了都。连追三分了啊！啊，这比赛可能就更有看头了。当然，我们说到今天风云组合呢，是立足于防守，从防守做起。当风云组合防守打得好的时候，据我们的观察啊，进攻一般不会差，因为本来呢，进攻就是风云组合的优势。漏了正手区的一个大空档，好球，这是绝对的界内啊！哎呀，好不容易这个，因为对方是连拿三分了，嗯，还是靠垒加上下去的话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对，还是靠傅海峰的一板进攻，看一下，啊，在线上。海峰刚才是判断两分送了啊，然后现在补回一分。球，海峰有机会，哎，哎呀，这球其实已经没往高走，打得都不错，嗯。7-10。啥？哎呀，这个蔡云呐，连续两次啊，连续两次下网，这种点杀。出现这种差，好，海峰跟他们相互鼓励一下，
啊，好，这幸亏幸亏龙郑盖成也是这样的挑球没挑起来，好，进入到间隙了，11-8。刚才蔡云的那个搓呢，还是搓的很贴网的，我看一下啊。你看双打就是这么巧妙，连续的多拍，看着你眼花缭乱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啪啦啪啦就过了。对，然后发跟接发三拍没有过，然后又是一分。这双打里面的发球接发球啊，显得非常的重要。Wow, 发球的一方就是取得先机，进攻的一方，但是如果发球发不好，又给对方扑死。非常漂亮，哎，这个球判断准确了。嗯，刚刚说完发接发的重要性是吧？就等于在发球方面现在占了两分的便宜了。对。骗过了李龙大啊，而且是骗了个结结实实。哎呦，又轮回蔡英。他们现在非常难说呀。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中国队防守还是不错的啊，这种球这么困难被打成这个样子，好转换啊，海峰第一拍没打，强攻，好球，有了，我们郑在成的防守啊真是比以前要差一点，海峰在顺手那一拍没强打，但是压过去之后呢，第二拍强攻反而有了，这一拍顺手的打个吊，让他再把球起来，这一拍强攻有了，刚那一拍也是够着打，有一定的难度啊，在一个反手位这么强攻的，双方韩国队主攻的对象呢是蔡云，而咱们中国队主攻的呢是郑在成。这字幕闹了半天，现在才改回来。哎呦，俩人让了一下，11-13。12-13了，13。完了，郑在成在往前没有去亏，而是突然放。看到风云组合站位比较靠后，突然改了个放，现场又响起了大韩民国的加油助威声，是连追几分了，追成13平，连追3分，哎，这个时候控制一下节奏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一种小战术啊，在对方连续上三分的时候，稍微把节奏停顿一下。糟糕了！哎呀，可惜了。防着接杀，做好防守的时候，现在是龙大
扑篮的也是轻打。他这球龙大明明位置是可以扑的位置，但是他不扑，突然也是球拍一拖，球放慢了。好球，漂亮。现在14-14，比赛进入到最白热化的阶段。哎呀，看能不能防起来！哎，太困难了。15-14。还是傅海峰在后场的重杀更具威胁。所以中国队在这个进攻的过程中啊，就是应该考虑怎么样让傅海峰多在后场采取这种重杀的方式，而蔡赟呢可以用重杀和轻吊结合。好球，漂亮，看到对方的正手位的空当，能不能防住？挑球的力量大了一些。好，那在二号场地上的五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。汪鑫是2-0战胜姚杰，陈金2-0战胜了王征明，台标郭振东1-2不敌钱德拉和古纳万。陈文鑫和陈红林2-0战胜了英国的罗伯特森和沃尔沃克。最后一场女双的比赛是中国队的赵云磊和田青以2-0战胜了松尾静香和内藤真实，来自日本的选手。这样中国队在女双的赛场上啊，有一队选手进入决赛。现在混双没有，看看男双，看看蔡赟傅海峰的组合怎么样。就是起码有三个单项进入到明天的决赛了。对，16-16啊，双方这个涨分啊是梅花建筑。哎呀，这个可是一个关键的，太随意了这一板回的感觉，他想轻放一个没能够奏效。从一直领先3分的情况下，现在被对方领先一分，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。还是傅海峰的重杀啊！傅海峰连续这两次中国队得分呢，都是傅海峰一板，该出手了，真的要出手了。这个时候就是拼硬的实力了。这个时候想太多，有的时候把自己给绕进去了，想也想不明白，横下一条心啊，非常坚决，该怎么打怎么打。好球，看看傅海峰在后场的变化。哎呀，干脆实打实的打。对对对对，这时候不要轻掉了。又弄成18-17。打这球，好球啊！这球抓住了对方一个轮转换位的时候，有点不明确责任，还是要实实在在的，该出手就是要打，就是要把速度打起来，就是要重杀啊！18-18。刚才傅海峰
说这个发球发得很好，这个点。哎呀，这个发球发差了。这个关键分的时候发球啊，真是发没发法儿，提心吊胆。嗯。哦，想突然发后场去，没过，没过头。嗯。没给，没想到给郑在成一个强的挖直后身来杀了下来。机会。继续砸。好球。出界了啊？出界了吗？哎呀，这球速度很快，都没有太看清楚。张军意思呢，这个球杀还是对的，但是杀的要求太高了，结果杀出了边线。嗯、杀的太，这个球球速太快了，真是导致一时眼晕，没看清楚。哇，这球这是不是出界？对啊，所以我说。这得高速摄像机，这个放慢镜才能看清楚。19-20，那一球不管他了，看看这个，因为已经是既成事实了。19-20啊，关键分了。看看这球能不能防得住呢？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！这个球，傅爱峰关键的这个反手的一挡啊，挡的这个比较平，过网点比较低，让非常有目的的一种反手。李龙大呢，这个回起来比较别扭，就回下网了。很关键时刻谁能咬得住呢？发球很关键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球挑的不够厚，那个发球的时候质量就发的不太好。嗯，给对方扑了一下，结果又是杀球的机会，继续。好球有了。嗯。这个球呢，李龙。21-21啊！李龙大还是判断对了，他直接过来抢这个直线，但是呢，过网点已经比较低了，打得比较别扭，所以下网。我想现在旁观者比他们当局者还要紧张。对对对，虽然要清楚一点，但是更紧张啊！现在他们呢，就是打实力了，想太多也是没什么用的。打心态，嗯。好球啊！现在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赛点，感觉跟这个奥运会决赛一样。其实只不过就是要打破最近不胜李龙大的那个速度。那这也是一个坎啊，那道坎也挺难迈的。嗯，因为连输五把，对吧？嗯，这要命的一个连输五次。尽管这才是这个超级联赛的第一站的奥运积分赛。哈，没想到以这种拿回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非常漂亮啊！